上海已成为创新金融运行规则和标准的最好的试验场。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，还可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进一步先行先试。 上海正成为优质、营商环境的示范中心，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正在上海逐步形成，金融法院、金融仲裁等专业机构的陆续成立。上海已成为创新金融运行规则和标准的最好的试验场。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还可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进一步先行先试，只要符合反洗钱、反恐融资和反避税的监管要求，正常的贸易和投资需要的资金都可以自由的进出。看视频上澎湃。